道道的沈阳人。一场 T 台走秀让很多人认识了我，有人叫我最帅大爷，也有人说我一夜爆红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为了这一天我足足准备了60年。24岁我当话剧演员，44岁开始学英语，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，50岁我进了健身房开始健身，57岁我再次走上了舞台，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，70岁我开始。